号，一组郭富城和方圆穿情侣装逛街的路透照在网上曝光。当天，郭富城和老婆方圆现身某店铺喝糖水，两人身穿黑色情侣装，相互依偎着看手机，好不甜蜜。围观网友纷纷送上祝福，这一对也是幸福，有点甜呀。据悉，郭富城与方圆于2017年4月18号结婚，婚后便拥有了大女儿 C 宝。两个月前，二女儿郭二宝也来到了郭天王的世界，这刚生完二胎，便穿着情侣衫逛街，宛如热恋情侣一般，让姥姥好生羡慕呀。芒果拉新闻要一直这么甜蜜下去哟，报道。